三步走工。八秒成功。你考几多？一四嘟嘟。咋？好问好。一四嘟嘟。呢个考啲几多？九点几？五度。咩二？一月十日。嗯。我考第三次啊，我都唔識企到八字啦。我到而家都唔識企到八字。好啦 ，pass 到就得噶啦。不過個官都對我不薄，佢哋叫我打三次。OK。舉手的時候我還兜過去打多個八字印，然後我看到他舉手我立刻拉回過去。嗯，
清楚。本人十三叉二入九零九一。八秒進攻，八秒進攻，八秒進攻。雙方貼翻三次，時間一分鐘。三十秒，十秒。